我今日4-5点就过咗嚟呢度排队报名啦。咁我同佢都系差唔多呢一个时间。我揀Jenny嘅原因就是報完之後覺得自己的成績是有提升到的。咁而我報Jenny嘅原因咧，大致上都係同佢差不多，而且我覺得Jenny嘅老師咧有很多實用的技巧，可以令我在考試的時候可以用到。咁我今日就暫時報咗 YY 同 Candy 啦，咁遲啲我都會報埋 Candy 同 Lori 真嘅。咁我今日就報咗 YY 啦、Kenta、Cooper、Casey。我報佢哋嘅原因係因為覺得佢哋即係佢哋技巧上係好好啦，同埋佢哋會有一啲嘢口佢方便你去記入腦去温書。因為我覺得報完進嚟真係成績有提升啦，之後啲老師教嘅技巧又好有用，咁所以我都會推薦同學嚟同我一齊補習。